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黄芳琪。现在在台湾台北的板桥还有三重，共同举办的是海外志工的精进研习哦。透过这样子的研习啊，来自全球各国各地的慈济人啊，来到了台湾，共同研习与分享，在各个侨居地与自己的国家，共同投入慈济的方式与智慧。而到了这个营队里头啊，大家不远千里回来，其实最期待的啊，就是希望回到心灵故乡的时候，能够亲自见到上人，由上人为大家亲自授予受证以及岁末祝福的红包哦。其实，在现场看到每一位穿着即将受证的慈诚西装，还有委员柔和忍辱衣的菩萨，多么的庄严！但是问起每一个人心中的感想啊，都是澎湃不已。因为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志工，他们就说，那么遥远的回到台湾来，一生就只有一次，因为自己的经济并不允许。来到了台湾，就像是回到了心灵的故乡，从第一天就开始感动流泪不已。也有老菩萨已经超过80几岁了，他说：“我克服了行动不便、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台湾，见到了我的上人。”而来自大陆各地，包括像是厦门、福建、华北、华东的志工，也回来到台湾。由上人亲自受证，他们说啊，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社区，他们都希望可以带着法回去接引更多的菩萨，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多么需要有更多更多的菩提种子共同成灵。透过画面，一同来看看全球菩萨发心力愿。期待多时，等了好久，搭了好几个钟头的飞机来到台湾，终于把证严上人盼到了。全体弟子向上人行问讯礼，问讯。穿上西装和旗袍，展现自己最庄严正式的一面。只是这短短的上台几秒钟，却让海外志工眼泪感动交织，点滴在心头。我一定要跟随上人的脚步，在回去的时候，要把那个慈济的那个精神发扬给那个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我们慈济的事情做好，把那个责任扛起来。我尽我的能力，我尽量去做，我要把握当下。我们福地很需要很多的苗来，很多的菩萨苗来呈现。海外菩萨归来，来自大陆、南非、菲律宾等7个国家地区，将近600位的海外志工汇聚到板桥园区，终于圆梦见到上人，成为一名正式的慈济人。左扛如来家业，右担慈济置业，佛心施志4个字重重的画在心上。整齐排队上台，每位海外志工都穿得庄严整齐，因为这一刻让他们殷殷期盼，等了好久。由证严上人亲手别上属于自己的慈诚委员证，再从上人手上接下福慧红包，跨海几千里来到台湾，就为了这短短的几秒钟。非常感动，就是等了很多年的事情终于成现了，真的好像回到心灵的家，第一天就哭到今天了。这样老了才看到他，有机会啊。4个国家地区将近600位的海外志工，终于圆了梦，见到上人，佛心施志4个字深深画在心上。也因为好姻缘安排，让这场2012年首场岁末祝福成功，为全台场次拉开序幕。上人也在当地啊，期许大家根一定要扎得深，法路心之后回到各地要法路行，让更多的人共行慈济的菩萨大道。其实，在整个研习营的现场，听到每一位志工的分享，都让人好感动，也觉得很有意思哦。还好我们找到了人生正确的方向。以马来西亚的梁考克师兄来说，不听他分享，真的很难想象。他说他过去的30多年都沉浸在赌博这样子的一个习气当中。他说30多年来他赌掉的钱应该已经超过了一个懵懂的金额哦，而且当时的他根本没有朋友，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因为他实在是太过沉迷了。而还好在2年多前呢，他走入了慈济，发现其实人生还有其他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且更有意义。所以2年多来啊，他不但戒去了赌博的这个恶习啊，而且他
发现走入慈济人生更丰富。而另外看到的是一样是来自马来西亚哦，有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菩萨，问起他们的年龄啊，个个是超过了80岁。可以想象啊，现在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往硬朗，但是在社区里面，如果有义卖，有共同要推动素食或者是做中秋月饼的时候啊，他们说我没有办法俩多定啊，但是我至少可以帮忙做调味料。而现在的他们啊，往往是行动已经不便了，但是还是愿意回到台湾来克服万难，亲自接受上人的祝福。而另外让人最感动的是一对马来西亚的姐妹啊，他们是姐姐李月娟与妹妹李月贤。月娟过去就一直被势力不断的弱势所苦哦，到了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是几乎已经很难很清楚的看到这世界的事物。但是因为妹妹月贤的接引，两个人一同走进了慈济，今年更是双双回到台湾来，因为月娟师姐要受证了哦。她说她希望回到马来西亚，她要用心更加的人间菩萨大众招生，跟着妹妹的手一起用心的做慈济，让人很感动。而另外在日本和韩国，更有道道地地的日本人、韩国人今年也回到台湾来接受受证哦。日本的师兄大冢宝师兄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法号叫做维传，就是传舟的传。后来师姐们与他分享，那就是因为上人希望你可以回到当地，发挥大传师的精神，带着更多的日本人一同听上人的法，共同由此岸到彼岸。而另外啊，韩国的师兄更可爱了，他说离上人那么的遥远，每当他有困难心情不知道要怎么开解的时候，他有他的方法和上人更贴近。他的方法是什么呢？透过画面一同来看看。六位委员，一位慈诚师兄，今天再加上我们三位是9位委员。和正言上人报告日本最新推动会务的状况，日本的慈济志工经历3.11强震之后越挫越勇，还震出2位日本籍菩萨。たくさんの日本人がこちらに帰ってこれるように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今日11月24日は私の誕生日なんですが、何かこれもすごく何か縁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証言法師様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日本ではステーキとか刺身が大好きな人種なので進めるのが大変難しいのですが、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竭尽所能也要发挥良能，将上人的理念推广到全日本，但想见上人的机会不比台湾志工。想念上人怎么办？第一位南韩籍志工真的好可爱。上人啊，上人，你的弟子快要走了啦，救救我，这样子哭了一场就突然间好了，你感觉到了上人在这里了。原来上人其实一直都在心里，收看大爱台就能天天见上人，天天闻法，闻法还要入心，特地跨海来台，无非就是要拉近与上人的距离。海外志工认真笔记，将所有的感动带回社区。还有另外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师姐哦，她已经75岁了，名字是乔西。回顾前程啊，她的一生真的相当的辛苦，因为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被爸爸遗弃了。后来虽然和她的先生结婚，她的先生也对她很好，但是先生却在结婚过了不久之后也往生离开了她。这样子的她一生贫苦，而到了凯撒那风灾的时候，也是受灾户的她，因为灾情的因缘啊，和慈济一同结上了一份缘。当时的他是从以工代赈开始走进慈济，了解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他自己知道年纪已经这么大了，现在碰到了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团体，此时不把握
更待何时。因此虽然经济一直都不宽裕，但是现在的他每一个月都还是固定捐出足足1000元的飞币作为慈济的善款。而今年即将受证的他则更是用心的攒集一整年的钱，终于买到了他的机票，回到心灵的故乡接受上人的祝福。他说回去之后他一定要更把握人生难得，用心力行慈济的菩萨道。而另外是还有来自马来西亚雅碧的一对姓周的父子哦，他们是周文良，他是父亲，儿子叫做周正斌哦。过去的爸爸不太懂得去体贴太太，从来不曾下厨，而过去啊，现在还是个年轻人的周正斌啊，在叛逆的时代更是经不起爸爸妈妈劝说他任何一句话，有时候是掉头就走，有时候甚至是离家出走，天天让爸爸妈妈等他到3更半夜，就是盼着他回来。而等到正斌走入慈济之后啊，爸爸很欣慰，他看到正斌在音控室当志工，他就默默地在旁边做香积菩萨陪伴他。今年啊，父子两人一同回到台湾来受证了，周文良师兄的师姐都分享啊，过去的先生没有这么体贴，但是现在的周爸爸甚至会每天早上到杂货店来煮早餐给他的师姐吃，改变真的很大。就像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整个的鼓励全球的志工，告诉大家都说希望回到心灵的故乡，大家能够人人法路心，而且要回到各个国家去做最坚实的菩提种子，接引更多的人，启发他们心中内心的那一份大爱的种子，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份爱的力量汇聚起来，因为唯有大爱才能够消弭天下灾难，让社会祥和。恭敬聆听上人开示。净是华脉慈济宗门，让全球的慈济人法入心啊，同时呢受证回去，那就是呢粒粒种子在每一个国度里啊，总是开始撒播了，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只要一位化心菩萨，他就可以呢，这个种子啊，在不断辗转的无量的撒播，人间菩萨早生，启发了点点滴滴的爱汇聚起来呢，就可以帮助更多人，这都是爱心的启发哦。一生无量，无量是从一生啊，所以爱的能量啊，我们呢要不断不断的启发，有爱心才能呢消弭天下灾难呐。所以啊，人心啊要好好的调。看到了从小小的孩子呢，就他的幼小的心地，就要把它撒播下了爱的种子啊，让他的爱心呢从小培养，让他知道呢对人要有爱呀，对生命要尊重，对父母要孝顺，从小培养出了孝与善呐，这呢他尊重生命，像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呢，一定呢是珍惜生命，互相感恩，这种的社会那就是一片的安详，很安全的祥和的社会啦。那在台湾呐，我们也是不断不断的希望台湾这样的能量已经呢放射到了全球。
随着上人展开行脚啊，全台湾各地的岁末祝福也已经即将要开始展开哦。今年的岁末祝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共同呈现璀璨的法海演绎哦，希望可以广邀整个岁末祝福现场的会众，共同来深入璀璨的智慧当中，洗涤自心。而为了要有这样的一份完善的社区带动啊，台湾各地的璀璨的演绎种子啊，是纷纷用心的汇合，共同一遍一遍的演绎，包括像慈诚师兄还要共同演绎的是行愿法传哦。画面上可以看得到，大家是非常的刚柔并济的，共同展现那一份见证大和尚的毅力与智慧哦。谈起他们共同演绎一次又一次排练的心得啊，连师兄都说他很珍惜，因为这样的一个场合啊，是带着大家共同启发智慧，而且共同来一次一次的琢磨每一个人的耐性与耐心。而碰到了老菩萨也要共同演绎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练习的呢？在高雄啊，真的非常的温馨，环保站里头啊，平常是70几岁的老菩萨带着年轻的菩萨共同做环保，但是到了现在啊，碰上了璀璨要演绎，老菩萨们又听不懂国语，而且还不识字，到底要怎么练呢？年轻的江简素兰师姐啊，她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她一个一个字慢慢的教老菩萨，再用台语解释经文，而且用日常生活的一些点滴，让菩萨们透过一些小故事，把璀璨经文啊能够深深的记在脑海里头。连老菩萨们都欢喜的说啊，有了这一位素兰师姐的帮忙啊，他们可以欢喜上台，不害怕。共同来看这则报道。坐在老菩萨旁边，一字一字教手语。他是张简素兰。老菩萨读水忏入经藏，不认识字，又听不懂国语，没有他还真的不行。无啦，大家伊比阮看阮哪有啦？因咧比唱歌咧比得足紧的，啊，这老人头我都比袂来。我这老伙啊，啊头壳较钝啊。平常张简素兰和他们一起做环保，最关心的就是叮咛他们不要忘了读书会的时候，鼓励他们要勤练习。较勤的呀，但是到了要演绎的时阵哦，就是爱一支感觉，安尼啊，啊袂晓就是爱安尼有耐心，啊个豆豆啊有先背一抓，算一抓。你唔敢玩上去啦，都咧骗都咧骗袂来啊，搁要上去。不再混练呢。在江简素兰的陪伴下，老菩萨们不怕难，也愿意一次又一次多练习，共同成就这殊胜的因缘。看到这一群老菩萨锲而不舍的身影啊，上人在开示当中也忍不住赞叹他们啊，真的有心普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也感恩这么多的菩提种子的志工哦，一次一次的陪伴练习。上人也在开示当中告诉我们啊，其实在这个人世之间啊，我们以璀璨的演绎来说好了，其实不同的生活样态就要用不同的方法接引现代的人，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种种生活方便，让大家能够一同投入这佛教的智慧法海当中。就像刚刚说到的，马来西亚的孩子们也是因为从小得到了正面的人生教育，而能够懂得行善、行孝不能等。而上人面对全球的慈济人，更是殷殷叮咛啊，不但要法入心，而且回到了各个国家，更要能够念得出、唱得出，而且要能够身形共同呈现慈济的人文之美，才能够真正做到人间菩萨大招生。恭敬聆听上人开示。全球的慈济人将回来呀，那我们开始把这样的话，希望他们能带回去，不只是要念出来，还要唱出来，还要比出来，还要整体的美呢奉献出来，让这样的形象啊，让他们呢牢牢的记住，就这样带回他们的国度去。
可以呢用心啊去带动哦，这都是我们不断的在台湾加强的法入心法入行，那在行中呢法普度众生。看维也纳种子菩萨是如何的耐心爱心啊，来引导了这一群老菩萨。所以啊，老菩萨呢虽然脚手较钝一点啊，可是一勤天下无难事啊。那么看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度化哦，也可以呢跟用台语啊来解解说哈，其实哈，这经文要用台语实在是无简单呐哈，他们有他们的语言咯哈，还一种人间菩萨游戏，游戏人间的菩萨，用种种的方法来度化众生，所以六度。万行，那这种六度啦吼，那这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等等呢，这种的方法菩萨道，要适应呢现代的这样的生态呀、啊，以现在人的根基如何来度化？那老人家的手脚比较钝一点，他也可以勤学习哈、哦。看，这不都是呢？哦，有模有样。你看，进退自如啊，多可爱呀、啊！哈、哦，这都是六度万行，适应他们的根基呀、啊，华如何入心去哈、哦？让他们在心中呢，真正有。哇，这种无法的人生啊，那就是多伦理多德都会很旺盛。最近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大爱儿童教育中心啊，他们举行了第11届的毕业典礼哦。每一个孩子都年纪小小的，个儿也很小，但是啊，却是充满人文的排列上台，而且用他们真挚的那一份手语与歌唱哦，共同唱出的是感恩老师，谢谢爸爸妈妈。站在台下的这一群爸爸妈妈，看着孩子们那么可爱的身影啊，也一分享孩子们来到慈济接受教育的整个改变哦。有的爸爸妈妈说，自己的孩子以前在家里啊，不但非常有脾气，而且啊不喜欢做家事，对爸爸妈妈也不知道要有礼貌。但是啊，因为在慈济有爱的教育啊，这些孩子们不但懂得尊重别人，要有礼貌，更也开始能够体贴爸爸妈妈。诚如上人所说的，只要懂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透过整个社会现在能够适应的方便法门，让我们共同不但要法入心、法入行，更也要从幼到老，带着大家共同走入慈济，以爱的力量共同汇聚，消弭天下灾难。感恩您收看今天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们明天再见。寻。